那必须得有钥匙。对，钥匙，钥匙，钥匙。你行不行？会不会修到底？这块的。我操！你怎么这么多这么多故障灯呢？你这个车。啊！哎，你故障灯全亮了。你看，它一启动就熄火，一启动就熄火。故障灯全亮了，你这个车。什么啊？啊？什么？看一下档位，不知道啊。那档位是卡死的，打不着火，兄弟。我踩了刹车啊，打不着火，明白吗？就只能这个样子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讲啊，美女啊，你看到你这个车没？啊、看到这个地方没？有个红色的这个小人，看到没？所以他干嘛、啊？所以就证明你这个车里面有刺客啊！有刺客，你小心一点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注意安全，你知道吗？有刺客？不是没启动，兄弟，是根本启动不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专业，你相信我好吧？我是专业的，啊、我是专业的、啊。你有听说过长沙 DCC 超跑俱乐部吗？没有是吧？现在你听说了好吧？我是专业的，你放心啊。Vlash Calm Down 啊，好，急不来啊！你问题是你现在打不着火呀？问题是你看我现在踩着刹车啊，好兄弟们，我现在是踩着刹车的，看到没，兄弟们啊？哎，嗯，好了，哎，可以的，你咋给修好了呢？你就是轮胎没气了而已，啊？你就是轮胎没气了而已。哪个轮胎？啊？哪个轮胎？就是右后胎没气了而已。右面后面吗？就可以了。对，是的。你这个车是这么回事，就是说后胎没有气了，它保护了。对，它不让你启动。它就是你这个还能打着火，但是它不能开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它有那个什么呢？就是说你这个轮胎没气了之后，你再开的话，它可能就是会伤到它的轮毂啥之类的，明白吧？就那边那个气压有问题，补个胎就好了啊，好吧。对，能，你放心。哎呀，我看一下，我操，这么瘪了都，建议你不要开。不要开。对，有可能爆胎了。有可能爆胎了。一坏你们就来了。我们。专业修车的，我们天天在这修车。哦，对，天天在这修车。对，你这里我们都很熟。你这个车刚才我看了一下，这上面有水呀。啊？啊，这个不是问题啊，没问题。但是凭我多年修车经验，是不是滑着？这个胎呢，就是胎压低了。胎压低了，你得补气，知道吧？对，补一下气就好了，补一下气就好了。啊，放心啊。打火的问题呢，就是打着火了吗？刚才？打着了，你去。现在已经打着了，没事了，就你可以开、啊，你可以开，但是你得开到就附近的修车厂，你知道吧？打着火了吗？打着了。你确定打着火了？打着了，刚打着了一下。它没有啊，没启动啊。我刚刚好像熄了吧？我不知道了。是吗？那经过我这个多年的经验呢？啊。这个小妹妹。啊，你这个车打着火之后，它自己熄火，那就是这里边的事儿。啊，引擎的事儿。我刚熄了吗？我刚刚是熄了还是它自己熄的？引擎的事儿。我跟你讲，它没熄吗？不，它没熄火。华师傅，你搞错了。根据我20多年修车的经验来说啊，来评判一下的话，给你粗略的一个估计是这个车，它动了胎气。是胎气？对，这个车动了胎气，大概应该只有这个问题了。你说呢？胎气，对，他这个车动了胎气啊，明白吧？没气了，动了胎气，对，胎气啊，动了，也对，是吧？和你们那个胎气，它不是一个胎气，就轮胎的胎，发动机怎么可能会有问题呢？啊，它这个发动机，你刚刚是怎么回事呢？就一打起来就灭，一打起来就灭啊！我刚好像也是哦，我刚好像没熄啊，它自己就灭了，我操！哇，你还挺会开啊！哇哈，这汽油味，
你是洒水了吗？往里面洗车了吗？你是往里面啊？没有啊。啊？你没有往里面洗车吗？哪有？那为什么这么多水呢？这是水还是什么？是我刚停这儿，停在这儿打个电。你还往还没往里面洒水啊？没有，怎么可能？你这还没往里面洒水啊？这哪是水啊？这不明显这是油啊！这是油啊！这是油啊！这油吗？这不水吗？什么水呀、啊？哎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这什么地方？这什么地方？华师傅，我不懂 啊！我不懂啊，华师傅，你这什么地方？这个地方它肯定不是水箱，肯定不是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算给我用排除法的是吧？啊，不是，不是排除法，就是问题就是我他妈也不知道那是啥呀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我操！这个地方是啥呢？它是节气门啊，不是，它是加机油的。加机油的，加机油的。换你的设备，换你的设备吧。机器他妈，人机一上就可以。换他的设备。设备在哪？设备在哪？快快跑！啥呀？我手机啊。嗯。是吧？我手机在这儿呢，不用找。直播手机。对，这就是我直播的手机。这就是你直播的手机啊？关键他是没钱了呀。你刚没充吗？充了，充了200。嗯。你顶了吧。回去好好检查一下，实在不行的话你就不要用了，好吧？嗯。好了吗？查出来是啥毛病没？可以了吗？换了个手机啊。为什么？怎么办？等一会儿我再给你查一查啊。确定你是专业的吗？啊、哦，我专业，专业，专业。你这个车是3.6排量的，V6的发动机。它这就写着呢。六个缸、嗯，没错吧？然后呢？然后我说的没错吧？嗯。好了吧？哎，没错。好了是吧？但是你这个漏油这个情况有点严重。它这个地方应该是冷冻液吧？应该是冷冻液吧？主要是它这个东西是连着发动机的，我操，这才是机油，哎。我怎么感觉它有点漏出来的感觉嘞？啊，这发动机 是有问题吗？啊，爆缸了！地上全是油啊！啊，我看一下，这不是水吗？不，你看，哎呀，我操！水的颜色，水的颜色和油的颜色能一样吗？这是油。你怪不得说，你这个车，你说你启动不了，叫东哥来。旭东没来呀、啊，兄弟们，旭东没来呀、啊，他没来，他不可能天天跟我们一起户外呀、啊。里边油没有了，我估计是漏了。不是，我这个就停了一会儿。他这个吧，不是你停哪的原因，而是因为呢，他这个车本身有毛病，他里边的坏了，知道吧？那没办法了。里边坏了。你这个我是建议你不要开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就建议你不要开了。刚跟我闺蜜一起买的，没猜猜开多久啊？你买的是二手车吧？当时。那被坑了，被坑了，被坑了。啊！你买的二手车被坑了，这车况本来就有问题，你知道吧？它可能出过大事故，然后完了发动机本来就不好，这而且发动机它当……这跟我闺蜜一起买的呢。对啊，你可是你买的是二手车啊，明白？你们那这现在能修吗？能修是能修，你知道吧？我估计是怎么样呢，就是他给你卖给你的时候可能发动机本来就有问题，然后他修了一下啊，能够让这个发动机能够在正常开个什么4-5天5-6天1个星期啥的2个星期啥的，然后完了又开始不行了，你懂吗？就好像大牛一样，兄弟们，像我们的老牛，兄弟们，我们专业修。他闺蜜长得那么像皮皮呢，他我刚举个点不起，还想跑了，我没跑，一直都坏的，怎么都坏的，然后他就拿那个锤子敲我的发动机，它就坏了。你看，你是修车是吧？你修车吧，我们车修成这样的牌子。其实我是个瓦匠，专业修车。我是个瓦匠，我现在专业修车，把我们修成这样子。你现在修怎么办？我跟你讲啊，我们把这个机器盖打开之后啊，这上面就全都是油。这我和兄弟还有你这个闺蜜，你们都看。我不是你兄弟，我不是你兄弟，我大家都同事，同事，只是普通同事。就不认识的，就大家只是同事，一个公司的，但不熟。把引擎盖一周开。你是什么公司的？赶紧把电话。我们专业修车的公司。专业修车的，修车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。我什么公司？我要举报你。哎，你别举报，别举报。
他可以举报啊。你要举报他的话，他三个月工资都没了。别举报我。而且你帮我把这个镜子搞坏了，镜子也坏了。镜子那个。他刚才就说修车，然后就上去看了一眼，然后趁我不注意把那个镜子搞坏了。镜子这玩意儿还能安上，一周就周上，一安就安上了。关键它不是我动的呀，它那个就是你弄的。哎，往下一搬它就下来了。就是你弄的，我刚刚还好好的。那都没有大问题，你这是我们刚前上个星期 S 店。你问题，你问题大的在是 4S 店。是的，刚提的车。不是买的二手的吗？买的。对呀、啊。4S 店买的二手的。对，是的。那你赶紧给 4S 店打电话吧。我们刚买的，没有保修、所以你现在就赔钱。赔啥钱？那你这车也不是我弄的。弄坏了。不是你弄坏的，是你弄坏的。你没作案工具呢？就作案工具，作案工具。就那锤子，他就把那锤子砸了。作案工具，完了。谁呀、被抓现行了。谁的？就是你，好了，全录下来了。这谁的？这是。看的到底是你的。谁的？谁的？就是你。出门还带工具呢，怎么还、你的呀？你的呀？那是谁的？你的，一直抓在手上。就是你，你刚刚还丢。之前还好好的，你现在就给我弄坏了，赶紧！你真的是有理说不清，我跟你讲，你真的是有理说不清。这两个女的多逼人，我操！这叭叭叭叭叭叭，那个水跟机关枪似的，我操！这是我跟他扯啥呀，在这儿啊？我有没有理呢？我也没动他车，他一直在那叭叭叭叭叭叭的。那机器盖子那里边都是油。你跟他解释一下，就那我说了你不信呢？你说了这你前面没解释清楚，哎，我来，我给你解释一下，好吧？我来给你解释一下，好吧？他那还能跑，你知道吗？你先闭嘴。你说，我跟你讲啊，美女是这个样子的，我们呢就是说在这条街上，就是说帮助别人，就是说什么补补胎、补补气什么之类的，天天都会在这里。他这个车呢一开始就停在这里，然后我们刚好就撩妹子，刚刚看到一个小学同学，然后路过了我们，就追他，然后看到了他就在这个车旁边，然后在车旁边来回看。经过我们多年的判断，就能看得出来他肯定是车哪里坏了。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热心人、好心人，上来就是说帮他，就说啊，你车哪里坏了，给帮你检查一下什么之类的。我们是专业修车工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完了，我也多次提醒了我这个朋友了，我们只能他妈补胎，只能补气，不要瞎鸡巴乱管，因为你这种一看就知道是发动机有问题，明白吧？一看就知道是什么火花塞呀、坏了，或者说什么机油那个滤芯漏油了，明白吧？他这个车本来在这里就坏了，然后我们打开了就发现了这个地方，明白吧？就可能我那个朋友是不小心把你的那个东西给拆下来了，但是我们可以帮你弄好那个东西。但这个地方我们是真的不是我们干的，还有你那个后面轮胎爆胎了。我解释就是演示就是事实，事实就是真相。你现在就是把我们车给弄坏了，好吧？弄坏了，你现在就说怎么解决？我骑你马，我解决我的神经病！我这女的跟没脑子似的，我操！我跟她叭叭叭叭叭叭半天，一句没听懂，我丢了一楼毛啊！不准走！哎，别扯我衣服，别扯我衣服！不准走！哎，我操！我就真的是，我要去查你们，去举报你们了啊！他扯我衣服，他扒拉我，他我们也不容易啊！你这个车吧，我们也不容易，我们两个凑一个人凑了50万去买这个车啊！这车100万卖给你的？你们一打开就换了？这100万卖给你的？100万？哈哈哈哈哈！神经病！这逼车100万，09年11月份生日的，这个破帕拉梅拉。09年，我操，比我那车都老。100万卖给你的。100万啊，上百万了呀。是，当时买的时候应该上百万，现在应该新车应该是上百万啊。你买了个在09年的100万的车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这个、现在应该听那个听卡带的吧？新款的对，也就100万出头呀、对呀、他现在买一个，现在买的这个。什么？我说了，把这个车给你，然后把这个车赔给我们吧。行，没问题，把这个车赔给你，你俩一辈子跟我了，啊？行吧，你俩一辈子都替我打工，不用给钱的那种，好吧？你俩以后，你们是放这里摆地摊吗？呀，吃，是不是？吃，对，吃，好吃吗？我看见有些像摆地摊的感觉，吃，好玩。我尝一个，谢谢。
好吃，好吃的很呢，好吃的很呢。不是老铁，我认识。